好，谢谢。好，六点。六点。魔鬼的时间，你猜不懂啊？一点。我必须。咱赢钱，这个。七八五幺九。
七八金瓶打六九二六来了六六二雷哥，出炮，出炮吃足，出炮吃足将军了。哎，这吃了这个，啊、这不算这个。走开，远点。哎，同志，哎，来了。啊，里头谁赢了？这还用问？这当然是潘四喜赢这个。哎，真有点邪门啊！这有什么邪门呢？潘四喜子靠什么吃？我有，通吃。对不起啊！哎呀，他妈的，这个盘越来越坏了。哎，老九啊，你起来。让我替你来两手，你休息休息。哎，换个手，换个手，要换。对，换个手。哟，七爷，走马换将了，您呢？怎么压分？100-2。谢谢七爷，您怎么拿着鼻烟壶当马子呢？你信得过吗？笑话，信不过他，还信不过您七爷吗？这是。啊，来。六，烫死我了！瞧你这丫头毛手毛脚的，烫着了没有？不要紧的，爹，您趁热喝了吧，莲子羹清火的。你有吗？有。这莲子不是本地货，还是上回牛子进城看他姨妈的时候带回来的。牛子有没有啊？赖子。啊？什么？你耳朵聋了？讨厌。二牛哥啊，金凤姐叫你帮帮忙去了。在哪儿呢？在后院呢。走。大叔，这盘棋算我输了，待会儿再陪您下午。好，你去吧啊。大叔啊，咱们爷俩下一盘。你呀，你还得小两年呢。老鼻烟壶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小兔崽子，金凤，叫什么叫？你叫我帮什么忙啊？你来呀、啊，拿。叫你帮忙把这个吃了。哎，哎，当心烫！哎，瞧你忙什么，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。怎么样，烫着了吗？还好。坐下，让我替你吹吹。舌头啊、哦！我送碗来，怎么样？烫着了没有？还好，大叔，吃热东西可得小心啊！吹吹啊！还疼吗？真不好意思。大叔刚巧看见，咱俩在吹舌头。怕什么？吹舌头又不是坏事，吃吧。哎，吹舌头没什么关系啊。金凤姐，
四级做假牌，这九爷看出来了，这打起来了，这看见。哎，九爷，好小子！好小子，花枪耍到我头上来了，怪不得你赢钱呢、啊，快拔了！九爷，您饶了他吧。这个谁呀、啊？四喜儿的嫂子小玉儿。老九，咱们还会跟他一般见识吗？算了吧，大人不见小人怪。潘四喜，你以前赢我的，明天前给我退出来，少一个蹦子，我就拆了你的骨头。哎，七哥，咱们走。谢谢你。七爷，潘叔，给你钱替孩子抓的药呢。大叔，七爷，他妈的！妈，这小子什么意思、啊？手脚不干净了。哎，对呀，这些。潘嫂子，大叔，我走了，凭什么？坐一会儿吧。不，等一会儿。跟谁生气了？别这样，留着就走了，送送他去啊！哎，赖子，哎，把门板上上啊！哦。我问你，刚才你眼睛直瞪瞪的看什么？我看什么来着？哼，装什么糊涂？你心里明白。哦，你是说潘四喜的嫂子小玉啊？小玉，哼哼，叫得多热乎。金凤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不错，过去我是跟他好过，可是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，连爹妈都这么想，何况我呢？再说年轻轻的死了丈夫，天下个吃奶的孩子，小叔子又不成才，孤零零怪可怜的，是不是？这一套我全听够了。金凤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就算我过去帮过他点忙，也没什么说不过去啊。说的是啊，年轻轻的，怪可怜的，可哪个又七老八十了？人家黄花大闺女给你提亲你不要，倒去可怜一个寡妇。黄花大闺女，谁呀？你妈。谁说不要来着？这是婚姻大事，咱们总得合合八字算算命啊，至少也得到庙里去求求签，问一问。再说我是个穷小子，咱们这儿的规矩，聘礼也得准备准备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嗯，这对，这个对。谁稀罕嫁给你、啊、二牛哥，刚才你说什么事儿对不对？你不知道。
明儿个你再不等我，留神我宰了你。这个别介，这个这杀人偿命啊，这个去你边儿的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许你到这儿来找我。不是我自己要来找你的。谁叫你来？枪光棍自己烧热炕，光棍自己不衣裳啊，不衣裳。光棍哭，光棍光，光棍没人烧茶房，光棍没人养儿郎，我住没人来陪伴，死了没人上坟，哭啊一场。光棍好啊，光棍强，光棍自己烧茶饭，光棍不愁没儿郎，今生若有养儿命，麒麟送子比呀成双。娘子哭天最强，没有飞天到我方，没有落
的光棍大大的，一辈子没有没叫娘啊，没叫娘。金风苦啊可思量，麻子生来就不好，模样不比人家强，今生休想做花轿，今生休想陪夫郎啊陪夫郎。金凤，金凤，金凤，牛子，牛子，牛子，来了，和我这找你劲儿的，九爷明叫你到围子去一趟。知道，就这么说了啊。想起来，逃不上岸，人也。两年魂我不愿等待了当当的冬死他小树儿刚睡着，回头又……好好好，不唱不唱不唱，哎！哎，嫂子，今儿早上我跟您提那档事儿，记得？记住了，我明儿陪您到九爷那儿去一趟就是了。阴寿叫我来帮帮忙。哎，大叔，四喜子把他带来干什么啊？哦，哎，哦，昨儿晚上啊，七爷死盯着小玉儿，八成啊，哼，不会吧？四喜子会把他嫂子往火坑里推？哎，有钱呐，能使鬼推磨。这个你带着给孩子看病。四喜子年纪轻，做事荒唐啊，
啊，九爷知道你来了，那笔账就算了。这个孩子他的爹死了几年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，这么年轻，哎，这个寡可真难守哦。您没什么事，我回去了。哎，这个您要拿着的啊！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咱们是自己人，你何必客气呢？哎，你何必客气呢？这嫂子，怎么回事？嫂子，怎么回事？不识抬举。七爷，您呢甭生气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七哥，您这不是打着鸭子上架吗？哼。啊，四喜子，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啊，您这事儿更好办。这个我现在啊还不能出面，我给您打打边鼓，您呢先派个人去说说，探听探听。好。哎，鸭毛。哎，来了。回头啊，到杜老海家去打听打听金凤的法子啊。大叔，九爷要金凤的八字，真是人老心不老。这哥俩，我走了。牛子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别急，急也没有用。唉，婚姻不能强求。谁呀？潘嫂子。瞧你，吓我一跳。赖子啊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
你晚上到我家里来跟我做做伴儿。做伴儿？嗯，好。二六哥，你们要再不等我，刘师傅宰了你。赖子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刘子刚才不知道受奶王八蛋气，往我头上撒。这个事儿过两天再说吧，麻烦你在九爷面前给我婉转的说一说。得了，大哥，咱们老哥俩还来这一套吗？啊，不送了。哎，赖子，怎么了？这傻王八蛋！哎，明儿围子里头给老太太办阴寿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哎，这小兔崽子，赖子，你怎么这样跟人家说话？怎么说话呀？啊，就许你们这么跟我说话，还告您大叔以后少叫我赖子的。赖子，哎，这孩子，干嘛？金凤姐，你嚷嚷什么你？老鸭毛叫我傻王八蛋，大叔还说我。你本来是傻王八蛋呢。对，金凤姐说，那没话说。牛子比你还傻。真的。哦，潘嫂子那事儿，告诉他没空。金凤姐姐说，你走不开，那么不麻烦你了。金凤姐姐问，干嘛让我睡在你门口啊？我有点怕，心里头慌得很。别提这个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哦。哎，你刚才叫我买三字经百家姓干什么呀？等小顺长大了给他念呀。啊，这孩子倒是挺机灵的。这不太早点吗？这个人家牛子不是8岁就会写对子了吗？哎，听说你从前跟牛子好过。还提这个干什么？哦，你刚才说九爷。这九爷拿金凤姐八字有屁用啊？甭说他，我早就合上了，还不是？你跟金凤合上了？谁说的？张铁嘴说的，说我跟金凤姐八字相合，姻缘相配，就我这造像，金凤姐会嫁给我。赖子心里有高低，赶我这么一琢磨呀，就凉了。那你跟别人澄清好了。那怎么成呢？我都发了誓了。啊，你跟金凤一块儿发了誓？我自个儿发的誓。你真傻。我傻。
三嫂呢？我走了啊。金凤姐说牛子比我还傻呢。嫂子，您还没睡啊？啊？嫂子，今儿早上我跟您说那事儿啊，您可别错会了意啊。人家七爷也是一片好心，看咱们手里挺紧的。再说，哎，应该何必守这份寡呢？这得守到哪一年呢？这个事儿您放心，就是您我七爷咱们仨人知道，别人呢那真是神不知鬼不觉，没关系。哼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赖赖丑八怪，兔子兔光骨喽。你那门站住。赖子赖丑八怪，兔子兔光骨喽。赖子赖了丑八怪，兔子兔光骨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打你！干什么？你出来，出来就打架。那他说回家去。赖子赖，丑八怪，秃子秃，光秃喽。算了，你说谁？我说谁？就他一个人赖，就他一个人秃啊！你看那不全都是吗？啊。叫你听见没有？哼，您就快做少奶奶了，我们高攀不上。什么？什么？九爷要不要你八字，你会跑这看热闹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反正不是我说的。
你不要这样冷一句热一句的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潘嫂子。潘嫂怎么样？潘嫂子人家是寡妇。寡妇？寡妇半夜三更跑到你门口，光天化日，她在前你在后干什么？还有你每次见了她都六神无主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金凤，怪不得我们的事儿你总是推三推四的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跟她是不是？胡说你！不能冤枉人呢，哼，我冤枉你，你忘了从前跟我说的故事了。我知道，那男的就是你，那女的就是他。他对不起你嫁了，可你要对得起他，还守着守着守一辈子。今儿个咱们要把这事弄明白了，我去问问他，让他也明白明白，别临死还拉着一个垫背的。金凤，金凤，他已经够可怜的了。他要知道我为了他不成亲，他会怎么样？你心里只有他，他可怜，可谁也没比他好过。金凤，金凤，牛子，牛子，七爷呢？该给老太太行礼了。不知道。七爷，七爷，说他二叔的闲话，孩子活着
不能让人家笑话他一辈子。还有他死在地下的爹，尸骨不能让人家踩呀。还是让我忍着吧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不说。我不说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你不说。我的小顺呢？我的孩子呢？着急啊，您真是，这东西啊我找是给您找过了，怎么样，没找着啊？哎，您甭着急，这玩意儿啊一定是掉别的地方，您放心，只要我不说出去，你想那还能有人知道吗？这样大家都有好处。哎，那当然了。姐，今个我到果园子里去溜了一趟。哦，今年这收成不坏。哦，我说姐，是这个今年的收成，啊？哦，只要你把老九的亲事提成了之后，将来果园子的事情我会交给你办的。真的？哎，我几时说了不算呢？那我先谢谢您了啊。告诉你，反正潘嫂子不是我逼死的。金凤，你不说我就疑心你。我不能说。好，打今儿起，咱们少来往。
要收成的，忙着雇人。怎么着？要收了？我来份好不好？赚赚点外快。我跟大叔说一声去啊。赖子啊，那边坐。大叔，哎，放心，喝茶呀。赖子，坐下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知道小玉怎么死的？这我知道啊。他为什么要上吊呢？为什么？你想，小顺的是他的命，小顺的这么一死，他这寡还守什么劲呢？不死等什么呀？对，我错怪了金凤。哎，就这样了。好，好，我走了。我看您也别太固执。听说张铁嘴知道金凤的八字，我问问他去。您放心，不一定就合得上。金凤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就算合上了又怎么样？哎，这好吧，再说吧。牛子，大叔，您坐。坐坐坐。你看，刚才又来了。这件事我就拿不定主意。你跟金凤不错，我知道。可是你怎么老是不言语？说呀，说呀。哎，你说呀。让我心里也有一个谱。大叔，这回我运苹果到城里去，顺便可以看看我姨妈。您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，这事儿总得问问他呀。这还问他干什么呀？懂什么？对对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听说你姨妈还会喝八字儿，哎，我把金凤的八字儿交给你啊，哎，来，得，好吧。
挂好爷爷，我俩又再相会。大年我与妹喜气洋洋，百年好合百花堂，百花火生土，阴甲子申是好在无水啊，火土不相冲，您这个八字啊，合上了，合上了，合上了。可不是我张铁嘴信口开河呀、啊，您跟金凤这个八字啊，真是天缘巧合呀、啊，真的。天巧合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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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这个喜酒到时候可别忘了我张铁嘴哟、哦！当然了，当然了。爹，您别为我烦心，金凤就是拉不转的脾气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是应该两厢情愿。九爷去年做五十大庆，我才十八。爹，您想一想，本来是太那个了，可是，爹，您要为难，我去跟杨毛大帅说。不不不不，我去回来的。奇怪，怎么这个八字儿会合上了呢？这个同街白首，这个等姨母病体痊愈后，我就回来，请啊告诉金凤。好啊，这封信这简直可以扭转乾坤呢、啊，怪不得人家说这家书值万金呢、啊。您瞅瞅，七哥，您觉得这事情怎么样？势在必成啊，面子名誉太有关系。哎，咱们把这封信呢、啊。给扣下来，再趁这牛子没回来呀、啊，拿这事儿做引子，咱们再给他编点闲话。对，哎，咱们再吓唬吓唬他爹，咱们来一个双管齐下。牛子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，就算是出了什么事，人回不来，也应该给我来一封信呢。昨儿个呀，有人打城里回来说二牛哥怎么说？说二牛哥在城里头啊，他买喜帖什么的。真的？哈。那他怎么不回来？可说的是。会变心？不会吧，可也说不定。这么晚了谁呀、啊、八成贺二牛哥。对嗨、哎、金凤，你看你把我给吓的。
到到到到到。啊，大哥，九爷说金凤这件事情，您太不给他面子了。哎，杜老板，咱们凡事都得往远着点看。为金凤打算呢，这门子亲事不错呀，何必弄得大家这么不痛快呢？再说九爷的脾气，您不是不清楚。哎，孩子年轻，性子强。您这么大年纪还转不过这弯来吗？咱们何苦拿鸡蛋碰石头呢？我说这档事儿要是谈拧了的话，杜老板，您这个贵宝号开着不大妥当吧？这是什么话？金凤是我的命，他的事我随他。杜老板，凡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。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。你不后悔？四喜子，你用不着吓唬我爹，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。哟，好心黑，这个我都没见过。我说我这来回来去的跑是为你们呢，我图什么有啊？鞋跑坏了还得我自个儿买呢，不是？老海，打今儿起这事儿我不管了，明儿你自己到九爷家去一趟，愿你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小猫，走。大哥，您再想想啊，再想想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个二牛子，叫人家在这儿眼巴巴等着，他在城里可又盯下了一位，真是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跟您说，您可别生气啊。这种人呢，真是，人家在城里头啊，买了喜帖，办了彩礼，另外娶了。合适吗？合适。姨妈，您别缝了，赶着喜气穿嘛。姨妈要不是有病，怎么着也得赶去。想啊想啊，想了快一辈子了，想看见牛子抱孙子，现在连娶媳妇儿都没法看见。我们成了亲就回来而忘了骂，何况我这个姨妈呢？那么你预备什么时候走呢？可是您的病，我这是老毛病啊，常好常犯，怕什么呢？那我明儿到我行去把事情交代交代，后儿一早晨我动身。哦，你试试这样。我说你怎么的嘞，大哥，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、啊、你怎么把四喜子给得罪了呢？他在九爷面前一加油加醋，这事还不麻烦了？可不是吗？今天您要是去了，我看凶多吉少呢。去了又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会少一根汗毛。他要请我呀，我要不去我是这个。你知道个屁。我看啊，去了不好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去呢也不好。
废话，去了就本想推掉这门亲事，伸头也一刀，缩头也一刀。我看呐，去了再说，去了可就更麻烦了。反正背着抱着一样重嘛，大叔对吗？您说呀，光着急没用啊。你别慢慢想，立马去嘛。要想出个办法得看呐，这事还是别说了。爹，您别急，大叔、大婶儿，您也别为金凤担忧。我们从来不惹事，可是有了事也不怕。今儿个就算天塌下来，咱们也得扛着。爷九爷，他来了。谁呀？杜老海呀、啊，让他进来。不是，是杜老海的闺女金凤。哦，金凤自个儿来的，他爹没有来。嗯，这倒怪了。叫他来吧。哦，等一等。老九，我看这个丫头来意不善呐、啊。得了吧，七哥，咱们还怕一个黄毛丫头？不是这么说，狗急了跳墙，人要急了，他什么也做出来。万一他要在咱们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嗯，叫他进来再说。叫他进来。哦，金凤，九爷让你进去呢。金凤，金凤，我看你的脸色有点不大对，可千万别打什么糊涂心思啊，我的傻孩子。金凤，什么事可都得留个退身步，你要是闯了祸，不是给你爹找麻烦吗？想开着点，傻孩子，你可是你爹的命啊。九大爷，哦，金凤，坐坐坐坐。你爹没来，我来不是一样吗？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你爹说你不肯。不错，我不肯。为什么？高攀不上。哼，简直不识抬举。
九大爷，您比我爹小三岁，我今年才十八，哪儿经得起您老人家抬举呢？金凤，要我是您的闺女，您就会为我打算打算了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文明词儿说不上口，痛痛快快的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您比我大三十多岁，您老人家想想，您愿意让金凤一上了轿就少活三十年的日子吗？你简直是目无尊长。你今天来是打算怎么样呢？今天金凤来就是告诉九大爷，这门亲事我不答应。我非要你答应。用不着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吓唬耗子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上刀山下油锅，千刀万剐，五牛分尸，我也不答应。我没眼了你。老邱，金凤，放明白点，有路不走往坑里边跳，这不是给你爹找麻烦吗？这是我自个儿的事，与我爹无关。什么？七大爷，您也放明白点儿，我可不是潘四喜的嫂子小玉。这什么意思？天知道，地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何必装糊涂呢？啊，杨毛，你先下去。哦。金凤，我告诉你，可不能听什么先言先语、无凭无据的血口喷人呐！血口喷人，那是您太多心了。我没说什么呀，我也没说您深更半夜跑到人家孤儿寡母家干了些什么。不过您一定要证据，也难不倒我。什么证据？您还是要人证，还是要物证？要什么有什么，有眼睛看见的，有耳朵听见的，还有鼻子闻的。怎么，七大爷，证据您还想看看吗？哎，我跟你闹着玩的，何必认真呢？什么闹着玩的？你们不要拉住我！把你怎么样吧，那就好了。周老汉，没有什么。九爷今儿个叫你来，因为你太不给他面子。金凤已经来了，那就算了啊。七哥，这个，哎，老九，算犯不上啊。哎，九爷也是明白人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还会要你的姑娘金凤了。今天这个事儿以后就别提了啊。金凤，别提了啊。真的？那我们真是太感激您了。哎，自己人客气什么呢？爹，咱们回去吧。哦，外边下那么大的雨，还是坐一会儿啊。谢谢，不必了。好，杨毛，套辆车送他们爷儿俩回去。是啊，怎么敢当呢？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七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九，算了吧，咱们还怕娶不着媳妇儿吗？
哟呵，全到齐了。哎，赖子，金凤在家吗？以后少叫我赖子赖子。金凤姐上二的沟放羊去了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，七爷找我问他点事儿。哎，诸位回见回见啊，回见诸位。我看呐，这小子啊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的好心眼儿。这大清白日的，他敢怎么着？金凤姐连阎王都见了，还怕他这小鬼？哎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当。在城里头又娶了一个，赖子，你别胡说八道的，谁跟你说的？四喜子说的。大叔，我给您的信您收到吗？信？什么信呢？怎么这封信您没接到？这奇怪了，我托二狗子带回来的。信里说我姨妈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可是姨妈病了，所以我晚回来两天。哎，二狗子跟四喜子一块回来的。这封信准是让四喜子给扣下去。这小子真会造谣生事。走，找他去。他人呢？刚上二道沟找金凤姐去了，八成又没好事。赖子，跟我走。走。金发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有话说，有屁话。得，七爷说他有一样东西在你这儿。怎么样？他想问你要回来。要回来？哼，就那么容易？这有什么容易不容易的呢？反正这东西在你手里也没什么用处，你把这东西给他，以后呢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他过他的独木桥，他也不会再麻烦你。要不然呢？怎么样？啊，多少有点麻烦。麻烦？哼，我告诉你四喜子，你少吓唬我。看明白点，我是你的嫂子小玉。我嫂子？这跟我嫂子有什么关系呢？用不着装糊涂，你心里明白。要不是你把你哥哥气死，你嫂子不会守寡；要不是你财迷心窍，你嫂子跟小说也不会死。嗯，像你这样人面兽心的家伙，还舔着脸在这儿跟我白活。呸！你撒泡尿自个儿找找。哎，站！
麦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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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子。我想，我想，你想什么？我想请你唱个赖子赖。唱。赖子赖。赖子，赖子，赖子。